在家呢。金姐，你来了，快进来吧。坐。哎，姐夫，我姐呢？你姐啊，她还没下班呢，你找她有事吗？我今天找她有点事。怎么了？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啊，没有。你姐电话，你等一下啊。喂，钱已经借到了，你放心吧。妹啊，你姐等一下就下班了，你晚上在这里吃饭吧。在家等一下吧，我出去买点菜。行。妹，饿了吧？妹。哎，人呢？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老婆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了。你还没吃饭吧？我现在去送饭。你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你钱借到了吗？借到了呀。快给我，我有事。哎，钱呢？我取回来了呀，我取回来就放在这个袋子里面了。你是？刚才都还在。是不是放别的地方去了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放别的地方去了？不可能啊，我就在楼上取的，取完我就回来了。那也不可能丢啊。我刚刚出去买菜，我又没有拿包。哪里去了？该不会是掉了吧？不可能呀！大斌，别找了，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去借钱？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借到？我去借了，爸妈都借钱给我了，而且我取出来以后，我就放在包里了。行了，我自己想办法吧。哎。我钱明明放在包里呢。姐夫。金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来，快进来坐。坐吧。姐夫，我昨天刚回来的。你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我啊，过得挺好的。听说你在大城市混得挺有出息的，恭喜你啊。也没有啦。姐夫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的。哦，说什么事啊？其实当年我……那以前的事情都是过去式了，我们就不提它了。姐夫啊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跟你坦白。姐夫，其实当年你家掉的那个钱是我拿的。什么钱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我都不记得了。当年我朋友合伙找我做生意，我就差那么几万块钱，我已经投进去很多钱了。如果没有那几万块钱，我之前投的钱就会打水漂，所以我那天来本来是打算找我姐借钱，没想到你们也在借钱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所以就拿了。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所以啊，没必要提了。姐夫，你知道那钱是我拿的。我知道，我记得当年啊，我把钱取回来了，后面我就出去买了个菜，钱也不见了，你人也不见了，所以啊，我就猜到了。姐夫，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跟我姐说呢？害我姐一直在误会你。哎，钱也拿走了，也没必要说了，再说了也怕影响你和你姐之间的感情。姐夫，
都怪以前我只想着自己，没有想过你们的感受。妹，其实也不怪你，当年你姐啊让我去借钱，她拿的这个钱也不是去做什么正经事，而是拿了这个钱啊出去打麻将。姐夫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都是我的错。没事，你也不用那么内疚。那钱啊，那你拿走了，干了一件大事，如今这么成功，这钱啊也算没白留，总比你姐拿那钱去赌博好，对吧？姐夫，我这卡里有30万，你拿着，就当是我孝敬你和我姐的。不行不行，这么多钱我哪里能要啊？这钱都是你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。姐夫，你拿着吧，不然我良心上过意不去的。不行，太多了。哎呀，你就拿着吧。你不仅是我姐夫，你还是我心目中的亲哥哥，你像姐姐那样对待我，谢谢你。说那么多干什么？都是一家人。对啊，姐夫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这个钱你就收着吧，你也不要见外。我这边呢还有点急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嗯，好，路上小心啊。看看你，这双十一干货，买了一堆东西，这又在买东西。你坐在这干嘛？还不去做饭？我这才刚坐下，休息会啊。哎，你看这个包好不好看？好看是好看，就是有点贵了。买什么都嫌贵，上次就买一支口红，才几百块钱，你就嫌贵？就一支那么小的口红。就几百块，还不贵啊？那你说我买什么东西你不嫌贵的？不是你。行行，别说了，你去做饭去。我不去。什么？不去？你现在故意找吵架是不是？你说说你，我买什么东西你不收我的？张口就是钱钱钱钱钱，动不动就说没钱没钱。那你想想，我们俩工资这加一块才8000块。你买个包就10000块，是那个包它能吃还是咋的呀？那我要你是干嘛的？我嫁给你又是干嘛的？你看看你这裤兜里面还剩几个钱呢？当初我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了你，到底是你养我还是我养你啊？行了行了，我懒得和你吵，我走还不行吗？你走了就别回来。你看你这样又是怎么了？别提了，这不刚和晶晶又吵了一架。又为什么事吵？我发现你们怎么天天吵啊。姐，你帮我评评理，你看我们俩这工资加起来还不到8000块，他买个包就10000块，这是有点过分啊。就是啊，这还吵着说要跟我离婚呢，离就离，明天就离。这个还天天嫌我没钱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如果你们两个真的是没有感情了，那就离了算了，如果还有感情的话，那就好好过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做。你别说话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弟妹，你是不是跟小磊吵架了？他出车祸了，把腿给摔着了，他又不肯回家，你看你是不是来我这里接一下他？嗯，好，我马上把地址发给你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他马上过来，还是挺着急的，你就在这等着吧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还不是你给气的。你慢点，来，坐下。这几天你就好好在家养伤，我上班就好了。我不要包了，我什么都不买了，这里好好的就行了。你哭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。你别哭啊，我跟你闹着玩的，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真的？那你跳两下给我看看。
你看，真的没事，我真的只是逗你玩的。你怎么这样啊？吓死我了！以后我再也不跟你吵了，你可别再吓我了。好，好，我错了。以后啊，你想买什么你就买，我再也不说你了。你等着，我啊去给你做饭，做你最爱吃的。嗯，我帮你吧。好，走。